我超累的，我的天哪，怎么睡死起不来？感谢老君的五十颗星星，感谢风间的五十颗星星。等一下哦，我这边有事情要处理。紫水盆。感谢静影五十颗星星。他在哪个啊？粉色红木地板跟樱花木墙。花瓣木材，樱花花瓣木材，硬木材，樱花花瓣硬木材。等一下哦，婷儿安安，感谢婷儿的十颗星星。我在帮胖子做东西，等一下哦。那是啊，樱花墙、樱木地板。石水盆我没有吧？对，我没有。
哇，这么花樱花花瓣的哦，我的天啊！等一下哦，哇，早知道那时候多捞一点呢。下午好，卢米在哪里？你们是不是又在偷卖人了？卢米有打字吗？你们是卖人哦、喔，那你们汤哦。嗯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存起来，存起来，存起来。我本来以为我睡一下12点，我因为我要出去办事情，然后办完事情就可以开台了，结果不行耶，起不来。卢米有打字，有吗？有吗？看一下哦，近哪天？有凯真、萧月、黄露云、黄露云，对不起，没有啊。哇，连我也吃留言是不是？没有看到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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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、欸。你被吃掉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真的没看到哎、欸。哇，后台也会有留言被吃的状况呢。哇，我这个已经是尽量不会被吃留言的东西了。哇，你的欣赏听众。哦、oh, ，嗯，欣赏活动宣传周末有课，我现在因为睡不太好，狂掉眼泪。没有得到。自行调整口味。
胖子安，有看到布布，可爱吧？没有啊，胖子是昨天才加好友的，因为以前没有 Switch 都没有加工作室人的好友，像我没加到鱼干啊，菜仔的没加到啊。我刚睡醒，胖子没看到的话，来，我再介绍一次。这是布布哦，很可爱哦。我去睡吧，刚睡醒哦。睡下去要死人了哦。今天事情都还没做哎。这个怎么用的哦？这个你要有点复杂，这个你要问我怎么教你，我也不太会。这个是别人手把手教我的，这个要你手机去下载那个 Switch 的 APP， 然后跟你的主机联动，就可以用手机扫，然后用 Switch 那个复制贴上这个。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啦。哦，小远哦，为什么和尚凸两块空地啊？我改的啊，因为我懒得用杆子跳过去啊，因为我那边。这个就是因为你看我拿网子嘛，我拿网子之后就这样子，这样可以直接跳过来，再跳过来就不用拿杆子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很棒啊，就不用再这样子再切，然后再跳过来就不用了。因为主要会这样子是因为我这边有花。然后右边也有花，如果要抓蝴蝶的话，这样比较方便。那没意外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二代玫瑰，这个是从两个橘玫瑰生出来的。有，他们说有机会是二代，有机会是一代。好，我先试试看。哎，露米在吗？我要去浇花。上班偷听台的露米在吗？安安，终于有空不用直挂台了。意思是什么？可以打字了吗？哦，我的鼻音好像很重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
然后就这样跳过来，这边有花的，不，这边有蝴蝶花一样可以跳过来抓嘛，就这样子啊。我的用意是这样啦。哎，胖子在吗？你还在的话，你就是边看台边打字没关系，不急不急。你要哪一套？因为一天只能寄两套衣服，不，两件衣服。来，这个是黄色兔子装。没有，他兔子装只有帽子跟衣服啦。他只有帽子跟衣服。哎，换装。然后奶嘴那些是我自己加的啦，就自己喜欢打扮嘛。这样子，这是黄色兔子。然后，哎、欸，啊，兔子衣服嘞？哎、欸，哦，白色在这里啊。然后这个是粉红色兔子，又在哪里？这里，这是粉红色兔子。然后有粉红色熊熊的啦。然后有猫咪的啦，这个就是我寄给 Takeo 的啊，这个是寄给 Takeo 的，然后猫咪的衣服，这里，因为我一天打到我们这个猫咪的衣服，然后 Takeo 刚好在看台，那就寄给他了。那再来是阿蓝色的嘞，哎，这好难找。这个是蓝色的，嘿，这样也可以搭，因为它蓝色颜色差不多。然后蓝色的兔子，这样，看你喜欢哪一个啦。我等一下就是寄帽子跟衣服给你。啊，我是喜欢这样搭啦。之前呢，还没有兔子衣服之前，我是这样子搭的。嗯，这样。给你看粉色的好了，我都是这样搭的。之前还没有兔子衣服，我是这样搭。黄色袜子。你想要？猫头女仆装哪一个啊？你要猫头？你要哪个颜色的猫头？那个谁 ，Takeo 他有这个了啦。那你要这两个哪一个？你要紫色、棕色还是白色？啊，那你的女仆装是要哪一个颜色？我觉得女仆装还好耶，我觉得童话装比较好看耶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耶。好啦，你要女仆装我看一下喔，女仆你要哪个颜色的？还是你要棕到底？对吧，这样只能这样搭啦，两个都棕的。咖啡色的，哦，真的好多衣服，好爽喔。战吧，你想刷杰克？啊！杰克我好像还好哎，虽然他是人气的，可是杰克我就还好，因为大家主要是大家都喜欢，那我就觉得还好。安妮女仆要哪一个颜色啊？哇！我要去反露米。露米。
哎，阿胖子，你要哪个？我在等你回应。胖子，胖子，胖子。因为我不太喜欢猫头哎、欸，猫头很难搭哎、欸。其实我没有女仆的头，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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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，哎、欸，不是熊头。我是断线了，还是胖子没打字啊？胖子，待会我不要吵了，在钓鱼啦。单车帽，这个是今天送的，送礼物回馈的。蛋壳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台中啊，因为现在在 FB 开台，时间蛮紧的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聊天室有人吗？我断线了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还是大家留言都被吃掉了？我没打字哦。发现，我现在很怕。中，我刚刚有打字。哇靠！哇塞，今天留言吃很凶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重整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留言好像吃的有点凶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解释一下 ，FB 留言一直以来都会吃掉，很烦。那我直接赖 FB 你好了，你要猫头跟女仆衣服都。中的齁，今天吃的很夸张欸，连我后台都看不到的夸张欸，我好恐怖哦、喔、怎么会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胖子，有个叫 Lumi 的，他找到了那个贴 地板的教学，你看看要不要用？在荧幕上，大家有没有？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开始放聊天室在荧幕上面了啊？不然那个艺伎假发这样 ，M 你没有吗？哎、欸、，M 我等一下去你家买衣服，我看到那个好看的衣服。你看，连这个星星的声音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哦。牛奶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有时候砸星星，不知道我好像也有一次被吃掉、欸。哎，感谢牛奶的十颗星星，感谢简嘉诚的十颗星星。哦，想好累啊、哦！我差点讲我们家露米，白痴。那个，我们这边有个露米，他还蛮懂 Switch 的东西，所以我。最近蛮多都在问他的，你是说艺伎这个头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哪来的、欸，哎，我忘记这个是谁扔给我的。玲玲安安，玲玲，我要去你家蹭一下，快点！萧院，感谢萧院的十颗星星，感谢。干，风间，你不是要去睡了？等一下哦、喔，我看一下我家有没有卖丝袜，有卖丝袜的话，你再来买丝袜。这个是我家新开张的哦，结果今天超烂的，没有让我进去马上出来。你们如果脚的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可以来我家，进去马上出来。感谢马田的十颗星星，感谢婷儿的十颗星星。哦，对，我要讲一下，我一直以来都忙到忘记 po 文。
刚刚 FB 那边密我说我的什么欣赏的贴文有贴吗之类的，我就说我不好意思，我太忙忙到忘记了。然后就是欣赏达到，看一下哦，累积到33,000，然后会有奖品10个，然后这个月累积到77,770，然后有好像价值400块的奖品10个，对啊，33,000的话是价值200块的东西10个这样子，一直忘记讲，抱歉。我看一下，你看就真的很难逛，有没有？没什么好逛的啊，眼罩而已啦，眼罩就还好。哎、欸，胖子有丝袜哦，有网袜。哦，你还没买会员哦？好啊，那如果你有买的话，我再过去给你好不好？过去送给你。因为那个就是价值台币的东西，有可能是，好像我看到有什么，好，我开始吸东西咯。然后早上我去谁？颜笑家，颜笑很白痴，颜笑明明就有侏罗兽跟那个傅杰龙的尾巴。我想说，你昨天没看台哦、喔？说刚好昨天没看。我说你昨天在交换化石，就缺你这两个东西耶。用礼数，哎、欸，请问礼数要怎么赚呢、啊？就是解每日任务是不是？那个一直刷一直解，我发现我的礼数变好低了哦、喔。看一下哦，头，你胖子，你这叛徒，你不是还是我送你这个胖子能面具，他有他的，他背后有个故事哦。胖子，你不是应该是兔子吗？你怎么这个叛徒，你跑去臣服于猫？送你。感谢阿亮的10颗星星。欸、白痴哦、喔，有大荧幕没有？看大荧幕，看小荧光。完了，我没钱。好了，我那边私下的都处理完了，我们开始开台吧。我本来今天要去。那个区公所帮我爸用那个劳健保的东西，然后想想哇，我爸也65岁了、欸，哎天啊！然后他65岁还在那个当哎、欸、非卖品哎、欸，所以这到底是谁给我的？我记得那时候也是要寄给人的，为什么会是非卖品啊？所以这个是射气球射到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。海鸥给的吧，我忘记这谁给我的，所以我那时候记得也要送给一个人，结果没有送到。订购送礼，你今天是学生妹？你说学生服吗？学生服好像有了。那你自己就搭咖啡色的丝袜跟咖啡色的鞋子哦，我没有了，今天扣打用完了。奇怪，那艺伎头到底是哪来的啊？我记得我艺伎头是玩的第3天就有了。嗯，OK， 来看特别商店吧。代收银红帽，你好，有人要吗？这好棒哦！你好，牛仔短裤、帆布鞋，订购。
开心安安。我看一下，我今天还有什么没做？哦，有没有人要外面这几件？这几件，这几件是多的，有没有人要？这几件衣服，要的话，等一下开门让你进来。哎，胖子，你看，胖子。为什么你们的岛民都可以这么快的搬家？你们是对他太好，还是对他太坏啊？我对他们好，昨天也只有柠檬娜想搬走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马桶席不是，那些是迎宾用的，很大的阵仗呢。雪峰在吗？雪峰有在听台吗？还是又在偷偷不知道玩什么东西了？这边是挖过了。小龙安安，哦，小龙好久不见。嗯，挖过了。哎，空挖也会爆哦！我的天，买新的。然后有说二级商店解锁条件原因，其中一个是你外面的商品限购的跟可以从外面重复买的这个四样，累积起来要7万块。我看到的消息是这样。嘿，看一下还有什么要用的。没了。啊，浪费两架。然后我送给柠檬娜包包头了。他没带上去，然后那个商店是卖猫那个啦，猫跳台，然后明天还送他吧。
哎、欸，你又想偷吃东西是不是？看吧，他把花丢在这边，他不会想带了啦。网络突然变好了，要来吗？好，我来了，来了。你家小丑戴过一次帽子，哎、欸，你家小丑，昨天我们在阿米狗那边聊天，你在那个他在某个地区是地那个哎、欸，是人气宠人气动物哎、欸。你说戴过什么帽子？包包头吗？哎、欸，我要去。昨天炎笑来浇，哎、欸，风间来浇花，然后那些我想培育的花完全没有长异色的、欸，哎，天哪、啊！我觉得我的脸比较香哎、欸。哦，你昨天戴那个小丑帽，啊，你还送他小丑帽，你也太坏了吧！我来了。你要浇很多花吗 ？OK， 你叫风间好不好？我今天还没弄完事情，我今天还有几个事情要整理，还没整理完。搜寻朋友的岛，不多，好啊，我帮你弄。哎、欸、啊你们都是怎么赚礼数的啊？就是一直狂洗最上面那几个，是不是？像砍木头就砍木头，种樱桃，好吧，种水果就种水果，是不是？因为后面你一些成就解完之后，你的礼数就变得说不会1500、1500这样解啊，不是吗？甲龙的尾巴，哦，是甲龙的头还是甲龙的身体吧？我确定我没有甲龙的尾巴。嗯，人家说铃兰很丑，就铃兰还好啊，不会很丑啊。铃兰很好看呢、欸。好，没新的。
来，你要教哪里？哦，仓鼠龙诶。粉嫩。哎呦 ，Joko， 你这有没有拍给 Joko 看啊？光缺粉色跟金色吧。待会站你一下哦，有东西，不是有东西啊，有人来。睡衣耶。为什么只有在购物的时候才有一堆人冲进来看呢、啊？麻烦哦，我哪有多钱购物啊？口袋满了，看一下口袋有什么。蝴蝶。卖了，我缺最后一样，缺最后一样。阿文安安，
然后鞋子吧，什么探险家鞋啊，没有。好了，来吧。你很累呢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教哪些？就这一片而已哦。撤啦！你要买牌变紫蓝粉哦。好，开始工作了。干嘛啦？不让我走啊！链珠袜子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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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继续啊，先存衣服。
我觉得我要赶快把房间布置哎、欸，我再不布置房间的话，那个评价都好低哦。透明雨伞，好的。哦，小马安安。装饰在这里。上面还没敲过。等这长大，统统都要挖掉了。那怎么改这里咧？没有，你就这边有个石头嘞，好，没了。
等一下哦，留七颗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一颗，好，继续。明天应该就是会去催去一下区公所，帮我爸办完事情再开台了。今天真是睡死了。我还想说，就是因为那个早上要去区公所，应该没时间剪片，然后想说好吧，那就晚上剪一剪。然后剪完之后已经四点快半了，然后闹钟又设八点起床，然后看我们大头菜的价格。怎么用这个？这个我要送给乌龟熊。有一只黄蜂，什么？学习书桌？不会是那个吧？真的欸，这昨天好像狼儿有卖，想说他应该会喜欢，没跟他抢。好了，可以砍树了。小。我要木材哦，对耶，要木材。你可以要吗？谢谢，你就跟他们要啊。我要什么任务啊？砍断、钓鱼、鉴定化石。
下哦，哇，还那么多、哦，好。三个，等下有任务用。哎呦！当初排的这么整齐，怎么就这样砍掉了？留七颗啊，不然他后面只能摇到那个，摇到钱100块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没差。当时新入股也是一直修一直补，一直修一直补啊。我想，如果要把那片白玫瑰花海给拔了，我一定崩溃。能叫一堆人进来帮我拔，很累。对啊，你要拿铲子铲起来，把铲多少个哎，累死哎。而且好像拿铲子铲花不会坏耶。我昨天晚上就是把那一片花都铲掉了，然后发现铲子怎么都没爆啊，太硬了吧。啊，就留这7+3，那留右左边三个是因为如果有砍树任务的话，我还是可以继续接。现在就是要拼命接这个任务，水果。看一下，钓鱼。换衣服，改造，钓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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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钱包，等一下哦，铁放这里。哦，昨天剪完片，我就在床上，在那个整理这一片，把这一片全部铲平。
那成名之后就是就这样子，嘿。干嘛？干，我一定是盘子啊！哇，怎么又爆了？很意外喏。啊，反正刚好砍木头，做些东西。网子。啊，又没有了。哈，谁？捐赠。我干嘛捐？我捐满了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吉龙身体，异齿龙身体，玩龙头，感谢风间的支持。哦，头好痒。我其实早餐、中餐都还没吃哎、欸，会不会很夸张？
你去掉石头有没有成就啊？你早上不是有在求吗？啊，不是有人要寄给你？不是，我现在礼数不够，我现在还要买很多东西耶。我总记得早上小马我说要寄给你，是不是？还是牙牙说什么红色的刨冰机什么的，然后我看完我就去睡觉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寄哦。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三颗石头是雅雅吗？我没印象哎、欸，我记得是雅雅吧。雷雨会有高，会有大。雷雨比较好钓到钱吗？不是不是，钓钱，钓到好鱼吗？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！海马。我只有在岛外遇过雷雨、欸、自己家没遇过、欸、换衣服买水果种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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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叫做比片好啊？你有打错字是不是？你是打比较好，还是打比片好？是什么？请问牛奶，你的错字翻译一下，比片好是什么？你会觉得这时候吃榴莲多好啊？为什么我会打出比片好？
我的视力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字真的太小了。来哦，我直接用那个 OBS 的画面给你看哦。这是我 OBS 的画面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字，这字多小，我怎么看？所以我都是用这个在看你们聊天的，这个被吃留言的几率比较低，所以我都用这个。我讲过了啊，我讲过很多次，我都是用这个在看的，所以这个字比较小，体谅我一下好吗？那、啊、他打错字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于娜安安，他有看到吗？没有。都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卖水果，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人的家里卖，卖东西。不是哦，这个很早之前都有讲了。你看，就像你一直讲说你叫阿文，一堆人记不起来一样。不错，你没有怪你。忘记买水果，我不记得小马家有开，我等下去叫小马家卖水果。五颗水果，然后种花。五颗水果，看看呢。CYUS 让人，然后化学被买。然后你家是桃子，好啊，我去你家买。哦，对呢，小马家是什么啊？是不是樱桃啊？那我去牛奶家好了。喝个水。我等一下去楼下道个歉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。我说为了早上看菜价睡过头啊，等一下去巴列岛一下，我没有去过，不然等一下我的岛民都走光了，那个没有拍到照片的，虽然好像没差，因为后面岛民统统都会是兔子，哼。骗人！啊，开导开去哪里？白木哦，重新。骗子！不
鸭是不是有开台啊？喵哈，不是，也是哈记。哎、欸，忙屁呀、啊，忙干嘛、啊？让我进去会死你！好，没关系，我去牛奶家买。我突然就是想到说，哦，你家好像是樱桃，太难想。默默嘛，对不对？你叫默默，我记得。哎、啊，你家商店在哪里？家商店。哎、啊，你妈现在有在玩这个吗？你妈现在有在帮你玩吗？感觉好像没有看到你妈帮你玩呢、欸。哦靠！这是什么？不要，没兴趣。想要怎么一叠一叠彩虹的？好饿了吗？你妈应该也是累了。辛辛苦苦买的东西都被女儿给败光了。鱼类推广，振奋经济。好，我们振奋起来。加健身啊，没过我看到啊，所以才跟你讲说那个要留，不是吗？哦，对，牛奶，你来我家帮我浇水，我不相信风间的脸了。牛奶，走来我家，走，来我家。这是人质，走，跟我走，不然我就撕，我真的就撕票了哦。走，哼，他敢不来，我就把票撕了。看看牛奶的脸白不白？昨天房间来是交到一个红色玫瑰啦，就是。在橘色玫瑰中有一个红色玫瑰，然后我只是不知道那个是二代的还是一代的红玫瑰，不确定啊，所以先留着。把牛奶的里程票啊，他敢不来的话就把票撕了。那相信牛奶，你看过台都知道要教哪些话吧？还唱歌，那我要把门打开。
我真的觉得上礼拜的轻松生存不太好剪，因为场面都好乱哦。光是我刚进去要介绍什么和不吧旗袍什么东西的，那边声音有够多的，我就直接把前面的筛剪掉。看一下，我刚刚有一个乔伊，好了，牛奶来吧。然后还要做一个金色洒水壶备用者。哎，你怎么衣服换那么快？不是这首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所以我在等啊，本来就是想打旗袍娘娘盖跑酷啊，这样好像比较顺嘛。可是我觉得左下金色，右上小字体会比较好看得到、啊。反正右上角的那个只是那种比较题外的东西，重点字幕是左下的那个金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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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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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里先。哎，为什么有人教过了？白痴哦、喔，我的动物教过了啦，我要换位置了，在这里。哎干，动物会教话，我忘记这件事情了。然后黑色的，啊，你是不是很不会教花？我都已经摆这三个给你教了，你是怎么教的？你怎么不走这边过去？你怎么直接走这边过去？你这个浇花工要扣薪水哦，我要撕票了哦，票在我手上哦，要变一半了哦。这浇花工是不是怪怪的？我觉得这浇花工怪怪的呢。他好像觉得洒水壶水很多哎，那么乱浇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好好奇牛奶都是怎么浇花的哦。反正这个就是会有一朵，就这个中间这个还没浇到。
好，感谢你，来票还你。你刚好坏掉，哎，放在这里。安安呢？哎，那个牛奶，牛奶，哦，我把花移过来好了，不然我那边其实要繁殖蓝色的风信子的，被村民那样子乱叫我受不了了。忘了这件事情。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我叫好玩的，叫好玩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啦，谢啦谢啦，种地上。感谢你。欸，我帮你把票分两张了，你要谢谢我。他说有差吗？我捡起来也只变两张啊。嗯，欸，有点饿欸，我要等晚餐好了，然后再去楼下道歉。拍谁？对不起，今天睡太晚了，太累了。我已经一阵子没熬夜了欸，自从这个开始熬夜，你看这游戏带坏。哎，欸，牛奶，你这边还没叫你回来，牛奶，牛奶，牛奶，这边还没有叫到。牛奶，抱歉，你这一区还没叫到花。牛奶回来哦，忘了这一区哦。这区也很重要哦。什么东西？我回去做教唆壶。我这边有啊，我这边有啊，我这边有教唆壶。这里，这里。这些都是浇花壶，快来拿吧！你可以不要打那么奇怪的错字吗？这很好笑哎，欸！你说音对了就算了，你这个音是全错的错字哎，欸！教唆壶。黑月安，山羊在干嘛？没时间选字，我没逼你干嘛？哇，他真的放上来了哦！我天哪！
我当然知道啦。有人要学狗屋吗？有人还有没有学狗屋的？有要学的话进来哟。他唱歌，他唱歌。完了，听不到了。牛奶，你要唱给我听了。你还有听不到歌了？大家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叫我飞过来，要叫我唱歌，对，就是飞过来唱歌啊。某位某某某，嗯，为什么你们都可以遇到好看的动物啊？虽然有些动物不好看，我还是带回来的，不过他们互动真的是蛮好笑的。牛奶去唱歌区，我要听你唱歌，有没有？来啊，过来学啊！啊，有多的也可以进来拿、啊，反正给朋友学嘛。那你们就去那边学吧，这个我丢地上。你们去左右边学，按到，放这里，然后丢这里，好，丢这里，这不能放哦。放这里。哎，奇怪。然后，不用不用不用橘玫瑰，我橘玫瑰很多了，不用。你要就带蓝玫瑰过来。我橘玫瑰那一片就是野生的橘玫瑰啊。我那一片就是从别人那边 A 过来的橘玫瑰。所以你不用带过来了，嘿，那一片野生橘玫瑰就是我从露营那边带回来的，然后才会教你们，我才会教你说野生橘玫瑰要留，懂了吗？网路 GG， 今晚用手机看的，会卡就 pass QQ， 不是昨天被狼族咬到，抱歉。一出，来换一件衣服。换装，你如果能带票过来当伴手礼，我会更开心。好，已经两天没出岛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始，主要是。为什么我会缺礼数？就是因为我要买这个东西啊！干完蛋了，你们谁家高价收购有个好比较好做的啊？
纸箱虫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个啊，我这个都还没买，这个道路的这些都还没买，所以买一买又要花10000以上了，再加上我要买这个东方栅栏，早上看过了。问一下，你说的爆米花机？哎，我的这个还蛮好看的哎。你看我这些都还没买啊。什么？你是温泉？你在唱歌吗？还是你要找人唱？你是温泉，我是丹。对不起，那不然下次我问问题，你们就是打高价收购的东西，然后冒号温泉这样子。不然我真的要想一下，我15秒前讲了什么。哦，纸箱啊，我觉得这好像还好哎，拱形砖，我是比较纳闷纸箱床是什么东西，是很适合我睡觉那种床吗？干，这个人冲去哪里啦？哎、欸，狼人在干嘛啦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第一间，不要乱跑！我跑把你踢了。我家没什么好逛的啦，家间服饰店很差。种花，种子，种子，种子。敢都不看台的呢，然后到处跑，到处找。村民对话。嗨，这算吗？哦，有哎，好好，再去找。
怎么有这么奇怪的数字啊？这还是什么？做东西抓虫，做东西哦。那你们谁家有高价收购东西是比较简单好做的，像营火火堆那种东西？太饿了，我要去吃个饼干了。哎、欸，不要用剪套回家，很危险！不要用剪套回家，拜托，剪套回家很危险，不然就是我把你们一次踢掉啊！要一次踢你们了哦。没有，你用解号回家，最后一个断线，那个断线最后一个回溯的会很可怜。他没有存到档。没有，我们那个群组里面有讲啊，就是去别人家尽量不要用剪刀回家。因为常常都是剪刀回家回溯，害人家那个东西要重用。就等于是断线啊。刚刚看到你用剪刀回家，我马上很快速的嚼了几口。讲话，你还没有买完衣服？我家的衣服有这么好逛？抱歉，我们再开一次嘛。那你衣服有存到吗？我想说你们都逛太久了。木质水桶我好像可以耶，哇哦！我昨天好像在 M 家有学到，看一下哦。木质水桶，哎呦哎，铁矿木材。
那我等一下去你家。啊，白痴哦、喔。木材、铁矿。等一下哦、喔。好了，准备好首播了。硬木两个，软木六个，什么东西？不是这个吗？木质水桶吗？狼儿，你在讲什么？夫君母亲节，全馆满3000送400，好，指定机种，我们看完首播再过去吧。清清清他睡得。啊，可以再打开一包饼干。为什么你要做跑酷？为什么要做跑酷？跑酷不是我选的啊！看了就知道。绝不推车不是小朋友在用的吗？下蓋啊，聽起來有嚼嚼的聲音。小雨，不用啦，幹嘛？嗯，湯啊。哦，沒關係，我自己跳不過。不是，自己跳得過的。那個太難了吧。哦，团你好棒棒哦，团。哎，你真的好会學哦，你好強哦。各自回各家，先回各家啊！我好像没有床，我先登出。就回各家各找，哎、欸，那我懒得回家。登出没有用，隔天还是会有、啊。隔天还是要你来我家对。床啊，我现在没有床啊。那可以。你来我家，你来我家。我一直都没有床。你来我家，你来我家。我在睡觉，我在睡觉。等一下，我还在跑啦。我家就比较偏远的、哦。你家好远哦。跟我们汇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是这张啊，哦，不然要是我隔壁吗？不可能，被拒绝了。你跑去哪里了？好了，集合一下啊！来听他自己讲要干嘛？可以来99哎，差一点。繁星的好看呢、欸，繁星的还可以、欸，很好看啊。繁星很不错哦，很可爱。可是繁星没有包包头，不用啊。还有兔耳朵啊？啊、哦，对，还有兔耳朵。你的耳朵很多一点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哪里？你耳朵多一点，我看不到。哎、欸，你头、哦，你低头，那個、低头，低头，我看不到、啊。怎么样？从侧面？我、哦、靠，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杨洋，你教我怎么看自己头顶？来，你教我。等一下，这样是不是秃头的现象？
啊，繁星要跑了，秃头完了啊，繁星要落剑，谁打我？谁打我？刚刚疼疼疼的，那反正反正干嘛？你把外层脱掉，外头的外层脱掉，白痴，我脱了就没了啊，变丑哎、欸！变怎样？变怎样？变怎样？看一下哦，选项外观。哦，我先低头。好，你先低头。选项头盔吧，头部。哎呦哎呦，音架哎，外观。这好无聊啊！我有两点啊，真的，你有两点呢、欸？谁画的？很像星座哎。好丑哦！这错。今天我们八个人都到齐了，对，终于到齐了。你闭嘴！杨春杰是2020年，然后4月13号晚上的8:05。啊，今天全部人都到了，我们来玩一个东西哈。好，我们来一起共同建筑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盖一个跑酷。哦，跑酷哎！我要退出了，大家自己。没有没有，那个跑酷很简，可就是你可以弄得很难，也可以弄得很简单啊。就是我们会从头到尾一人盖一段，总共会有8段，嗯，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跑酷这样。哦，好哎、欸！你的跑酷的点在往后看，那个山上有没有看到那个当初关杰克那个？啊、嗯，为什么是夸我？因为夸了很多人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起点，好高哦。对，那、哦啊、到时候起点之后会慢慢盖到我再找一个终点，嘿。那、嗯、要怎么分段啊？对啊，要分段可能要讲一下，看有没有盖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啊。然后我中间会放几个中继站这样子。哦、嗯，这是谁？好坏，这是谁啊？超坏！我才刚到，就是你。我没有空手，你拿刀啊！不是啊，他拿刀，哎，他拿刀砍你半颗心哎。对呀、啊，我拿刀砍你半颗心哎。等一下啦，我没有装备火力，我没有装备啦。这样你越不能穿衣服，不是吗？里面不能穿衣服，为什么不能穿衣服？不是说要穿这个一整集？哦，对啊，把它脱掉吧。穿还是穿个铁装吧？这没差吧？不用啦，没差吧？我们都没有铁装，下来都直接摔死啊！直接摔死啊，没差啦。可以啦，我们就是一堆旗袍娘娘们。娘。哎、欸，那小雨是什么？小雨是千层派吗？千层派几？哎呀，千层派哦。那酱油就是抹茶喽。老板吗？老板啊，还是你要当瓦萨比？好酱哦！酱油，你要当瓦萨比还是那个抹茶？哪一个？哎，我很像哦，瓦萨比。哎，那我是什么啊？羊毛不错啊。我跟你讲，白色羊毛地毯，白色通通都被哈基用光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白色，我要没有用光了。哦，没有。绿色，我可以拿浅绿色跟深绿色。对，你是该分我一些钱啊。我还没领钱哎，我上一次盖完还没领钱。谢谢，我拿了一些些。拿什么颜色？跟我讲。浅绿色跟深绿色。哦，好啊。我要绿到底的，今天跑酷我要绿到底。哎、欸，是不是雨月买修补书最便宜啊？对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对了，你要代购吗？你要代购？最后一段出来、欸。对了，如你们要用铁换绿宝石，我帮你们换，我1:1。好，1:1，对，铁换绿宝石，对，1:1，好棒，好猛、哦！我跪了，大神，跪了，跪下去了，给我跪，跪快跪。对啊，大家今天都心转。哎、yeah, 欸，那讲话要不要变高啊？讲话变高也太可怕了吧！夹着可以不要吗？杰克，你先示范好不好？你先示范。杰克示范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最好。最会了是吗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现在是5个姐姐，3个哥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、欸，那哥哥要压低声音哎、欸！天哪、啊。我可以啊，那我要怎么？哇，你可以。有，我们就。我们提高看看哦、喔，不是酱油声音本身就很高。酱油，酱油你有差吗？酱油没差，我声音本来就很高啊。我教你，你把你的下巴顶到你的喉咙讲话。嗯，还有差、喔，有啊，差很多哎、欸。
你们提高，你们提高，你们要教我们啊！教一下，教一下，夹起来，教我跟你说，可是我夹起来声音还是这样哎、欸。你们捏住鼻子，捏住鼻子，鼻子好捏住，然后捏住鼻子，我不今天就不动了。请问，对啊，捏住鼻子怎么捏？然后呢？然后把你们的声音提高，还是一样？讲个废话，等一下，就是喉咙要把它竖起来一点的感觉。哎，我骗人家说捏住鼻子讲话，真的声音会变很可爱。没有啦，姐姐。刚才我们是被撞到吗？你说是头发骨压到吃？还是你被附身了？好可怕哦！好恐怖哦！好可怕的！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妈妈咪呀！拜托不要！啊！哎，杰哥，你那个床就拆走啊？你不是没有床？哎，繁星，你那边的那个什么？哎，史莱姆块有多少？很少哇！对，你们太凶残了吧！哇，史莱姆真的凶残！哇，哎、欸，你们简直不是人！我要盖楼梯。没有啦，我只想说22个。我现在才看到你们旷世巨作哎、欸！什么旷世巨作？什么、啊？你是说的的的是吗？的的的的。这矿机座是哪一个？是啊，你这不是用一个蘑菇吗？哦，你现在才看到，你看那蘑菇怎么越来越奇怪？那谁加粉红色的东西？你跟我说，我早就加了，很早就加了。我现在才看到，哪里呀、啊？我怎么没看到、啊？加两个礼拜了、欸，哎，繁星就加了。我没看到，我两个礼拜没来了，要求啊？对耶，你上次去找那个嘛，森友惠子，不是我上礼拜去那个处理我的电脑。哦，对对对，他一直跳奇怪的讯息。哦，要传到哪里？传到讯息吗？你这梦想？我怎么觉得会摔下去啊？这是我错觉吧？会摔下去没错啊，你要体验一下吗？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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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大家无私的分享。春丽姐姐有点凶。对啊。没有 Wasabi， 你知道我对你最好了，对不对？ Wasabi， 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太好了，危险，开始了，该完了，我要去找春丽姐姐了，你等一下，打入冷宫哦，我被打入冷宫了。跑酷是谁？谁是第几站？在哪看？看table数据，你第二棒，第二棒，你是第二棒，我最棒，你最棒，好，看来他就是每天被点名的那个人。完了，我们共同的敌人出现了。猜一下，跑酷不要盖太难哈。你自己要跳得过啊？巧克力说过啊，你自己要跳得过啊。我要盖，这句话巧克力说过啊。我要盖一个楼梯，我要盖一个楼梯。好，你盖楼梯，你盖楼梯。对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往下盖啊？听起来有嚼嚼的声音。小雨，不用啦，干嘛？嗯，汤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跳不过。不是，自己跳得过的。这个太难了吧？小雨，我听到了些什么？我也听到了些什么的。好了，请问我可以弃权的吗？哎、欸，我对你很，我对你们都很好哎、欸，我盖竹子哎、欸，超棒的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要去上面练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要练功啊，有没有？春丽姐姐带我们练功，春丽都是这样，我自己一个第一个都跳不过，你想，跟我一样，哎哎哎，可是他会长高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他跳到一半会长高哎、欸。你上面垫那个地毯就不会了，你那个就跳过去以后，哎呀，我要我的脸被竹子。捅伤了！我要下去拿线，我要拿线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不想要用梯子，我不想要用那个羊毛，让它比较容易。后面没音效包了。阿基的声音好色哦！怎么还在这里？啊！好了，没了。后面玩到没有音效包可以用了。
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哦。啊，白痴哦，这个不能贴出来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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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收。你们等我一下哦。后台有东西要看，等我一下下。先找到自己名字。Y。好，没事没事，那个是要晚点用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都走了吗？都走了，我要关门了。哎，试试看。装饰在这里。啊，怎么有病毒？鬼东西。好了，小马我来了。木质水桶。安安哦，等一下关一下台好了，我等一下。我先开到5:30啦，我等一下想再去躺一下下，然后我们晚上7:00再开台。再来找妹妹。左边过桥中间，松鼠在做木质工具箱。左边过桥，松鼠，没有你讲松鼠就好啦，除非你家松鼠一大堆。哎，所以妹妹，你有拿到爆米花机了没有？左边松鼠，松鼠，过桥右转第二间，过桥右转，太密了吧，这间。我又知道了，天哪，我太知道了，太屌了吧。今天的骆驼地毯不好看，没事没事，我现在懒得买那个骆驼的东西了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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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他是用跑的。好啦，感谢小马，我走喽。我跑不起来。它是狸猫啦，不是狐狸啦。那只是狸猫。我想说什么狐狸收帐，什么想啊？狐狸什么狐狸？狐狸面具吗？哇，广场好多人。好啦，我们去巴列岛看看，还没去过。巴列岛两一个礼拜前就已经来了，还没去过半次。欸，如果今天下午，今天晚上那个轻松生存，我的声音比其他人小，要跟我讲哦。因为今天在后置的时候发现声音怎么小那么多，超难调的。没事没事，那先开到五点半哦，看要睡觉还是吃饭，等下再去弄一弄。哦。他怎么用啊？哎呦，吓死我！哦，感谢海豚20颗星星，难得一来，要不要拍张照片记录一下一起回忆呢？好。不用了，我相信观众可以教我的。他知道怎么用。将 Amiibo。欸，我没 Amiibo 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叫动物过来？哦。这样哦，旋转，
来来来，通通进来，通通进来。然后来怎么拍照？怎么拍照？接触了什么？说明。我什么时候这个地板呢？地桌布了。这是里面预设的啊，你看。那怎么拍照啊？直接按照相机吗？感觉穿衣好丑。怎么拍照啊？还是就这样而已？早知道看说明书了，可恶！教我。关于拍照。哦，是不能使用拍照。如果要使用拍照，首先切除你。阿力。好。哎，这样拍完就好了吗？我是可以关台了。X， 哇，好像很搭呢。啊，真的不能用头套，早知道来这边先看了，哦，浪费我的头套。哎呦，喂，衣服。
然后嘞，动作。哦，这样子用哦。我拍啦，可恶！看，我好煞风景哦。哎、欸，啊那个嘞，要怎样才会有那个海报？这样就好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关台睡觉了。不用了。哎、欸，要怎样才有海报啊？我是要按这颗键是不是？等到吐吐了。欸、我不懂哎、欸，怎样才会有海报、啊？哦，回家就可以了、哦。好，回家关台，我们晚点见啦，各位晚安，早点休息哦。我要去躺一下了。谢啦谢啦！刚刚想说哪你们哪来那么多，明明就还没招到，原来他可以扫阿米波。我去喽。好啦，先到这边喽，各位拜拜。